你们是从哪个谁组织的？这个巡逻队？巡逻队，我们就是那个民间巡民间逻巡队，逻队，我们就叫这个民间巡逻队。哦，民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什么时候？1个月前，一个我月。是巡逻是2个礼拜前开始。哦，是谁发起的呢？这个？我们有三个发起人和他上线他不们在都这不在，里。他们不在我们这里。你们遇到什么情况没有？这2个礼拜？暂时没有很严重的，就是对一般的刚刚有一喝些醉的。有一个人在民间，他们有组织的，有他们组织是他有一个叫 scout 出来探路的，看看谁有带包包子。你们有那个防弹背心吗？什么的？暂时没有，迟点吧。迟一点啊，那很。那我们就是帮助华人巡逻，就这样。对，我们这有个在，他们就不敢你乱们来。跟警察合作吗？是啊，我们有合作。对，那你们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真的，这是他们也是对啊，我们自己一起，我们一起的。主要就是在哪一些地段？华人附近，就是法拉盛中心这一块是我们主要巡逻，因为这边华人比较聚集。对对对。今天好像是有那个游行嘛，是吧？游行今天晚上，白天的，不是晚上，晚上没有，白天，白天也是在布鲁克林那边。布鲁克林，今天天气还不错啊，今天好，清明节，今天清明节大家保重啊，快乐快乐，清明节快乐，清明节快乐。